国际新闻的这个镜头带您到欧洲，这是意大利，它有一个海滨的城市，计划要禁止什么呢？禁止民众穿着迷你裙，还有其他暴露的服装。这个市长他的理由是啊，这样的话可以提升公共的礼仪，民众如果逾矩会被处以25欧元到500欧元这么高的罚款。